盘点那些给动物的神配音。我怎么长得和狗一样？别往前走了，哪来的？越说越来劲，你手里拿什么玩意儿？猪肉的牛肉的面肠啊？啊，你糊弄狗呢？什么玩意儿抽那人长的？你拿一点，别往那边来了啊！不让你过来，听好没？以后别来了啊！这是什么呀？游的比我还快，我好歹也是条鱼啊，游泳都能输，岂不是很没面子？我追，我迷路了。嗨嗨，你偏离航道了！好家伙，这是巡洋舰吧？我再追，速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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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需要速度！让我们荡起双桨，超轨动力、核动力、氮气加速，别放弃 ！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， 还是不行，还是不行，怎么办？放大招，放大招！不，喂，不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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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技能冷却，技能冷却啊！等 CD 倒计时。好家伙，还以为龙王爷出来化气了。七，哎呀，你还倒计时？你安炸弹了？饿了吧？前来取餐。一去，你还真有炸弹，还是个鱼雷？就差一寸，就差一寸，就差一寸。嗨嗨嗨嗨，岸上有狮子，你年纪太小，把握不住。先生您好，打扰一下，咱们一会儿是不是得搓一下啊？咱家套一198免门票。没有，干错，搓个澡还疼吗？笑呀，咱也是团购进来的。你出来一下。干啥？你点的外卖？没啊。哪？那这是啥？哪有外卖？不知道呀。那这吧，要勇敢超市，你看你是。我擦！你看。擦。你又卖了擦啊！要想上车就不能犹豫不就擦？我来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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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擦不擦不早说，啪！咱俩哥，咱嘴。哎，对，慢一点啊！哎，缓台离合，减速啊，减速，减速，减速！停车！听不着我说话吗？就这手把给我买几个华子也够了。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怪兽啊、魔鬼啥的，别总自己吓唬自己啊！啊，我看看他怎么回事。你要害怕，你就站在我的身后。哇，这鱼头肉，我们最好别吃。对，陌生人的东西别随便吃，小心鱼咬。啊，不是说好了别吃吗？哼，反正我是不会吃的。你也不是说不吃吗？你个小骗子！不吃，你走开！你以为你能活到我吗？坚持住啊，兄弟！我是绝对不会不吃的。原来你也是个小骗子，嘴上说不吃，身体却很诚实。那你们刚才还张开嘴干嘛？还说我？我们在唱歌。哇，原来还是在后面堵着的。好了，大家都吃了一坨，这下都满意了吧？别再都吃了，咱们下不为。我最后再吃一坨，导致我吃完了就不再吃了。谁再吃谁就是狗。对，谁再吃谁就是狗。我同意。我的天哪，我都饿了。知道了。哎呀，没看到七点五，我操一下四不辣，我操这一天天，死了去了。哦，对了，以后12点以前必须睡觉，这是闹的，每天迟到了，我操，公交卡，你在哪里？快过来！以后东西一定要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，这是一个好习惯。哎呀，对，冲呀！我操，猫都跑掉了，几点了？升级。Hello Siri， 马上发课又忘了充电了，这是闹的，上次能方便图自动充电手机就好了。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大老板，到10点钟才起床的老板，我操，为上街当什么官？都是钱呐，上下的就是账下的，拒绝浪费，从我做起，从我上当的老铁，六能不能熬个架？我是不是太抠了？我今天是个试一把，我就把门打开，能咋样？这叫自知死地啊！横生破釜沉舟，脚一响，公安上探子上逃跑，干脆上街吃，我操，这出点什么？算了，还是关掉吧，毕竟我是个正能量的博主呀。雷打张孝子，采访很香人，我看是太帅了，我就很香呀。可能这就是命吧，注定发不了大财，完蛋，这回迟到了。